回荡在38度线的非军事区，250公里长的铁栅栏常年阻断彼此的交流往来。但是在南方50多公里远的平昌，这星期五即将盛大开幕的冬季奥运上，南北统一代表队成了全球的镁光灯焦点。올림픽정신에맞춰서그남북단일팀이평화를추구하는우리민족의그염원이담겨져있다고보고요잘운영돼서体育被当作外交手段，南韩总统文在寅邀请北朝鲜参赛，希望缓和双方过去一年的高度紧张。北朝鲜也派出有如宪法上元首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金永南率领代表团，这是历来访问南韩的最高级别人物，展现出高度诚意。The Olympic spirit has brought real hope for a brighter future for everyone.On the Korean Peninsula. 奥委会主席也认为运动家精神足以打破僵局。北朝鲜派出22位运动员，还有上百人的加油队和艺术表演团。南北双方的运动员也会在开幕典礼上挥舞统一旗，共同进场，并且历史性的合组女子冰球联队。Political tensions will not disappear overnight. Sport cannot create peace.But the Olympic Games can open the way with powerful symbols. 究竟和平曙光能不能在冬奥结束后继续回荡在朝鲜半岛，就看到时候的外交攻防战。大爱新闻刘仁豪编译。